好 Q 啊！每次嚟呢度真系觉得好开心。你第一次嚟喎？系啊。开唔开心啊？劲靓咯呢度。呢度就系坐飞机嗰条河啊！哇，好靓啊画面，好似真系入咗海底世界。佢爆跟住就好劲咯，劲啊！我要喊啦！哇，今日系我哋第三日嘅迪士尼之旅，跟住佢话我觉得系第四日啦。个酒店已经玩咗两日，咁玩跨咗，咁样计啊！好靚喎！你今日頭像真係甩咗喎。不過要戴酒庫，黃金。OK， 搞掂。今日我哋入咗嚟 Disney Sea 啦。我哋今次咧，我哋今次其實係去三個地方嘅。我去咗酒店啦，上次去咗 Disney 嚟啦，今次去 Disney Sea。Disney Sea 有好多樣嘢要玩，最緊要係個 show。咁頭先入嚟咧，又係已經撳咗個 app 啦，嗰個 DPA， 大家記得入場就要買。冇錯。事不宜遲，我要即刻。可能我哋踎低講。因為踎低少啲人。呢邊好啊，冇人咯。Let's go。哦，係啊，好搞笑啊，佢。真係生蠔啊！要走啦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我哋又喺度排隊啦。冇錯。因為我哋咧好可惜地抽唔到個 Christmas show， 跟住我就諗住篤下呢一個啦，呢個又係 lucky draw 唔到。然後個職員就話呢度係可以排隊第一場嘅，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等緊第一場嘅表演，因為上次我哋喺 Disneyland 就冇乜點睇表演，咁呢邊少啲巡遊，咁我就覺得可以花啲時間喺度排下表演。而家我哋排隊咧，原來係可以出去一陣，之後再翻嚟嘅。所以講要再出去玩。係，我要出去 shopping 先。我喺度繼續排。拜。我哋就係排緊呢一個 show 啦，佢係 board 嚟嘅。呢個 show 嗰時我睇過一次，好好睇。哇，已經排好多人喎。我哋都幾 lucky， 好早就入咗去咯。我哋瞬間我就數咗嚟呢個唐老鴨嘅地方。我想講呢個好得意啊！佢係新年版嘅 Duffy 啊，佢著住和服勁靚咯。呢個12,000 yen 啊！哇，六嚿水，睇到啲咩？哇，全部都係錢，好得意啊！呢度勁可愛。其實入嚟迪士尼真係好忙啊，因為我會睇曬佢哋嗰啲裝修啊、牆啊嗰啲嘢。好靚啊！所以其實比著我住在東京，我都未必好像在香港咁樣瘋狂入迪士尼。嚟日本嘅迪士尼太多攻略要做，呢個都好靚。佢啲嘢都出得幾 fashion 啊！呢一個咧，我迪士尼靚都有見到，但係呢一個就應該真係得呢度有，因為呢個塔喺呢一度先有。呢個係 Mickey 老鼠，不過我唔買，理智啲。上次已經使咗好多錢，一路話理智啲，但一路去揾啲可以消費嘅地方。這是小小世界的毛巾、啊、其实它挺漂亮，不过我很少用毛巾。它的口罩很漂亮，粉红色，毫不犹豫地买了，是1200元。我挺喜欢东京迪士尼，它出的 side track 的 character 都出很多不同的 product， 还出得挺漂亮。这个是我小时候看到会害怕的大笨象，又是这个洗面巾、啊、香薰。仲有呢只公仔應該都係呢一度先有。巴黎迪士尼嘅話咧，出得仲多復古啲、懷舊啲嘅 character， 但係大家觀賞完啦，我又翻去啦，翻去睇 show。系睇完个 show 啦，好唔好睇啊？好睇。不过佢几犀利喎，我觉得佢哋着住件公仔衫都可以喐动咁大，跳啲咁。着鞋咧系唔啱脚噶嘛？但系佢跳踢踏舞。系咯。然后现场真系一个人都冇举起个电话影相，所以我都系一样嘢都冇拍到嘅。大家我都想专心睇。要睇就过嚟睇啦。咩事啊？呢个系我用念力屌死你戆狗仔。好多鴨啊！我頭先離遠睇咧，以為嗰啲鴨係假噶。佢哋唔喐噶，喺曬太陽。係鵝嚟㗎嘛？丑小鴨啊！丑小鴨係會變天鵝。嗰、那個故事係點咧？唔記得咗。因為佢本身係一隻天鵝嚟嘅，佢俾只鴨養啫。係咩？唔係咩？好亂啊！哇！睇下個炮谷桶，又係特別炮谷桶啊！今日帶咗個吉嘅炮谷桶，諗住如果見到想食嘅味道，就可以叫佢 refill。呢度係 milk chocolate。同埋呢度係賣呢一個 Duffy 嘅聖誕版炮谷桶，
3400。每次嚟呢度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哎呀，好 Q 啊！我已經唔記得咗呢個位置啦，因為哎呀，我想買 souvenir， 但係佢竟然嗰個車仔檔冇開。咁呢度係搞咩？哈哈嘅，自己一個嚟添。你第一次嚟喎？系啊。系咪心啊？劲靓咯呢度。哇！再嚟多次都系觉得呢度好靓。佢系宿有私家。系啊，劲好玩啊！你同你老公瞓够钱。哇！够瞓紧要。哇！最高300,000，黐线咁大点玩？好好玩啊！我玩得好攰啊！你赢一定，因为你打得多。好破坏个头衔。Let's come back and play again. 成日出現不知名人龍喺呢度。係喎，又係買 popcorn 喎，睇下咩味。你想食咩味啊？上次個蜜糖真係幾好食。我想食好味。Thank you。豆漿 butter 喎。Soy sauce 係醬油。哦 ，sorry。豆漿啊。唔識英文啊。佢呢個味有少少似黃豆粉嗰個咧，哦，係啊係啊係，係嘛牛油同醬油啊，但我係甜醬油，可能係即係丸子嗰啲醬油。睇下仲有咩味吸引就過嚟買翻啦。佢呢個位叫做完咗少少嘅願望，就係有一個 area 仔係扮 Coco 嘅，但係啲公仔都唔係 Coco， 亂入標。如果佢真的可以布置做 Coco 就好了，但是这一区本身可能就不是的，这个是海港来的嘛。我们在这里看有没有东西吃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个。不知道吃什么呢？就是 Nina Bell， sorry。Nina Bell， Nina Bell。这个是 Nina Bell。Nina Bell 都 OK 的。这个好像是这个。想找一些再好吃一点。哎呀，我喜欢这个米奇老鼠的牌子。好靚啊！呢度呢個綠茶白朱古力喎，睇下呢度嘅泡谷桶 ，Sutopia 唔靚啊！啊，每個豬都有糖啊！入咗，係喎，美人魚喎，入咗先，試個珊瑚礁，哇，真係好靚啊！佢一個室內嘅。遊樂園嚟喎呢度，哇好靚啊畫面！睇下邊有冇餐廳，好似有一間餐廳。Go go boy， 好似真係入咗海底世界。誒，好靚啊！呢度靚唔靚啊？5萬綠色，我呢度貨小朋友多啲。係啊係啊，有咩食？太好啦！原來佢仲要識眨眼㗎隻眼。跟住佢個其餘入口就係賣 souvenir。等咗足足9個字，終於都排到買食物。覺得而家嚟翻咧，有種細個嘅夢想，而家自己實現。我2015年仲啱啱畢業，冇乜錢，想喺呢度食嘢，都只可以食個包。而家可以買小圓酸杯，因為我夢想幾簡單。買呢個米奇餅餅，哦，凍涼啊，好靚喎！主打我哋今日嘅午餐主食就係呢個 pizza， 個口好靚嘅。啊，有呢個炸蝦，試俾大家睇。可以，可能炸蝦俾個乸粉乸得好勁，2、4、6、8、9粒，可以選擇。我等間要行呢個 souvenir shop 啊！但係你搭九之前要去到玩喎。嚇！而家搭4咯喎，因為呢一度咧先有美人魚嘅嘢買。你快食完嘢先啦。嗯。帶有小朋友嚟玩。唉，喊出嚟啊！頭先冇錄到啊，我試食咗好多嘢食啊嘛。我話呢一個 pizza 好鹹啊！哎呀，好慘啊！我食到咁樣啦，已經。然後我的食情是啊，呢個唔使買啊，佢係凍嘅 cake 嚟嘅，跟住入邊個餡咧係士多啤梨餡。呢個 cake 嘅名字就好 cake 啊！佢個蛋糕個質地咧好粉漿啊，又唔鬆軟又唔香口，然後加埋嗰個士多啤梨醬，勁似一杯點完嗰個百力滋喺你個口。係你嘅飲杯我唔知。臭奇啊！跟住啊，呢個好驚喜啊！藍色嗰啲係波子汽水，
中間有一層是黃色的布甸，然後最底是 cream。唔知有冇事食咧？你重現翻頭先嘅對白，OK。呢個有驚喜啊！呢個可以買，抹走佢。好啦，快啲食完，我哋要去玩啦。留翻唔該。呢個都留。好靚喎！我抹咗勁耐啦，跟住抹啦，嗱，慢慢，抹咗差唔多乾淨，啲第一吞，原來係成個膠杯可以拎走佢，好乾淨啊！我終於玩完頭先嗰個唔知咩飛越太空平地高山症，講個真名出嚟啦，叫做夢幻奇航啊！佢個英文係 Fantastic Flight。Fantastic Day。我哋俾咗2000 yen去買咗佢嗰個 Fast Pass， 跟住好犀利，驚為天人，入邊係唔可以拍攝啦，所有嘢都一定要你親身感受，就算我影到啊。都帶不出那個感覺給大家，它是 4D 的，但是你不需要戴立體眼鏡入到去，它會帶你去不同國家，然後呢就噴一些不同的味道，即可能在海就會有 ocean 的味道，在叢林它又有樹林的味道，即完全聞到是 feel 到那個情景。我不是經常很驚訝那個投影技術呢，是它真的變幻莫測，雖然它的過程不是什麼很驚為天人的創意或者很刺激，它純粹是看一些自然景觀，但因為它的技術做得挺好，所以個體驗感都在這裡，但你會哇哇，同埋係有少少離心力，同埋啲小朋友嚇親。如果我係小朋友嘅時候嚟咧，我會好相信嗰個係真實嘅咯。如果你慳翻時間咧，我覺得可以試一次先，真係好值得俾錢試一次。我覺得佢呢一樣嘢暫時香港未有類似嘅設施，好勁好勁，好玩。佢竟然喺呢一度種咗真嘅鬱金香，好靚。還有7分鐘就開始 Disney Sea 一個最多人看的新 show， 我們是6:30左右排，我們是買了 pass 的，買了 pass 就是這個 area， 後面呢這一區呢就是 Lucky Draw， 然後後面看到那些就是你什麼都沒有的位置，上面這裡呢是酒店，如果你住到的話呢你就可以在房間裡自己看，好黐線啊！呢度山圍住的全部都是，好想知道究竟有多好看，看完再告訴大家。哇，又嚟到 ending 嘅時候啦，我哋睇完海上面嗰、那個，我唔出名都唔記得叫咩名，讚歎。我知道大家成日問有冇喊啊，香港迪士尼嗰個咧，一去到 Remember Me 我就喊噶啦。呢一度嗰個咧，好幾下都勁嘅。其實我喊唔係因為咩感動啊，係純粹係勁咯。佢投入感啫，即係佢爆跟住就好勁咯。勁啊！我要喊啦！我覺得呢個 show 你值得要排第一排嘅，但係你真係要好早好早就坐。同埋要取捨咯，我見啲人4-5點已經喺度坐喺度等。係，同埋側面係唔係太緊要嘅，因為佢啲船都係周圍喐嘅。360度。係啦，塔又夠高，純粹係如果你坐第一排就可以睇到佢海面上面嘅其他小船喐啊，同埋啲燈火啊嗰啲。跟住頭先啊，拉屎啊，我哋排排下嗰個古墓骷髏骨啊。古墓骷髏骨啊！古墓個骷髏骨嗰個過山車好玩喎。我哋見完 show 仲有5分鐘就衝咗過去啦，然之後排排下，突然間佢話：吼吼吼 ，look at the sky 咁樣，跟住我哋又望啦，都係望啦，我心諗得星星啦。跟住然後望望下，我以為佢係設施入邊嘅其中一 part， 點知原來係放煙花咯，嗰個係聖誕老人叫我哋望天空咯。啊，好耐冇睇煙花啦～
哇！哇！哇！阿士，哇！仲有啊！好開心啊，是一個 happy ending 啊！跟住佢玩咗第一次嘅 Toy Story， 好玩，超好玩，手抽筋會玩，真係手抽筋。我都好耐冇玩咯。其實今次嚟都好似第一次咁，因為好多嘢都唔記得曬。仲玩咗一樣嘢，我哋冇講到《海底奇兵》，佢係一個放大版嘅 Iron Man 咁樣啦，嚟到、okay. 都係入一個空間，跟住佢就咁望已經好立體、好近。幾乎今次玩嘅有幾樣嘢都係啲投影技術嚟嘅。一秒間就入咗去佢個故事，呢、這個就係我最中意嘅地方啦。唉，我哋嘅旅程都嚟到尾聲啦，因為我哋後日就要飛啦。係，我哋出食嘢未？我哋我機航交迫，我哋真係走啦，我哋拜拜啊！拜拜。今日超開心啊 ！I love you。喂，乜都睇唔到啊！而家喂，冇人要睇，耶、yeah ！好啦，再見。拜拜。